是贵心爸爸。好，今天我要玩什么游戏呢，宝贝？你来介绍吧。这个怎么样玩呢？就是打头。打头，打头。这里的石头剪刀布，谁赢就用吧。这个就是按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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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我就盯住你，然后我就一下就打。就是打打打打，看谁的头飞上来就是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！哎呀！哇！哇，就一秒！哇，你厉害！好厉害呀！好，好，下一个，再来，宝贝一分。哎，要不要转过来？哎！转过来！他不要你看到他打你。天真孩子，以为他看不到就是赢了。Okay. 准备，一二三。啊！宝贝两分。你很棒嘞。两分了嘞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那就是雅思三分，蕾蕾一分，蕾蕾得一分，雅思也得一分了。雅思雅思都先飞上来，先才到弟弟，是吗？所以是雅思三分，弟弟两分，还是雅思赢哦？还是雅思赢？来，为什么没有动？雅思三分，美丽也是三分。OK， 最后一集啦，看谁赢啦！最后一集啦 ，Ready Go！ 哎，我被追了！哎呀！明天去买哦。可是这已经有红的了，所以就不要买了咯。耶，来，先拜拜先，拜拜先，喂，大家好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，订阅，拜拜，好分享哦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